Little Fox， 认识动物二，山地大猩猩。你好，你是谁？我是山地大猩猩。大猩猩是最大的猿类动物。你们住在哪里？我们住在非洲的山里。森林是我们的家。你们会发出声音吗？我们会发出很多声音。生气时我们大吼，高兴时我们低吼。你们吃什么？我们主要吃植物和树皮。我们非常喜欢植物的茎、根和叶子。你有敌人吗？有，人是我们最大的敌人。他们偷走我们的土地，还伤害我们。但是有些人在努力保护我们。你们自己生活吗？不，我们一起生活。看到那个孩子了吗？小猩猩非常喜欢玩。谁是老大？银背大猩猩是老大，他是最老的雄猩猩。他告诉我们做什么。老大在叫我。再见。再见，山地大猩猩。认识动物四，猎豹。你好，你是谁？我是猎豹。猎豹是猫科动物，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动物。你们住在哪里？我们住在非洲。我们住的大草原叫热带稀树草原。你们有很多好看的斑点。是的，我们全身都是黑斑点。他们帮我们把自己藏起来。你们吃什么？我们主要吃小动物，像野兔。我们也吃大的动物，像羚羊。你们为什么跑得那么快？因为我们的腿很有力，而且我们很瘦，头也很小。猎豹总是能抓到小动物吗？不是的，猎豹只能跑一分钟左右，然后需要休息。那你们怎么抓小动物呢？猎豹可以看得很远，
我们发现它们，然后轻轻地过去。近了，我们就跑过去。嗯，那边有一只羚羊。再见。再见，猎豹。认识动物五，灰熊。你好，你是谁？我是灰熊，我是棕熊的一种。你们住在哪里？我们和别的灰熊一样，住在阿拉斯加。我们喜欢森林、草原和苔原。嗯，嘿嘿，你的身体非常大。是的，但是我们跑得很快。我们也有很长的爪子。你们是危险的动物吗？灰熊一般很温柔，但是灰熊妈妈很危险。谁走近他的孩子，他会伤害他。你们吃什么？我们吃浆果、叶子、根和坚果。有时我们也吃小动物和驼鹿。嗯，灰熊也吃鱼，对吗？对，秋天我们会吃很多鲑鱼，那时我们会变胖。你们为什么吃这么多？因为我们要冬眠，春天到来前没吃的。冬眠的窝已经准备好了。晚安。晚安，灰熊。认识动物六，大灰狼。你好，你是谁？我是大灰狼。狼是犬科动物的一种，我们比一般的狗大。你们住在哪里？我们住在美国，也住在其他地方。我们喜欢森林、苔原和大草原。你们是危险的动物吗？很多人说我们很危险，但是我们一般不伤人。你们吃什么？我们吃小动物，像兔子。我们也吃野牛和驼鹿。哇，野牛和驼鹿是很大的动物啊。是的，我们一起生活，所以可以一起抓大的动物。狼怎么学习抓动物呢？小的时候一边玩一边学习。我们假装打架，还会练习追小动物。那是什么声音？那是我们老大的声音，他在叫我。
我要过去了。再见。再见，大灰狼。认识动物吧，海象。你好，你是谁？我是海象。海象是很大的海洋哺乳动物。你们住在哪里？我们住在北极圈附近。这里非常冷。你们怎么让自己暖和呢？我们有很多鲸脂。鲸脂是一种脂肪，它让我们觉得暖和。你们有很大的象牙。我们的象牙很长。我们用它破冰，因为它敌人不能伤害我们。你们会游泳吗？海象们很会游泳。我们游得不快，但是我们可以游很长时间。你们吃什么？我们吃海里的蛤蜊。我们用胡子找蛤蜊。海象们一起生活吗？是的，我们一起生活。我们喜欢一起躺在海边。哇，现在该睡觉了。再见。再见，海象。认识动物十二，浣熊。你好，你是谁？我是浣熊。浣熊是哺乳动物。你们住在哪里？很多浣熊住在北美洲。我们住在森林、湿地和城市里。我们常在树上挖洞。你戴了面具吗？没有，那是我的毛。我们的尾巴上还有一圈一圈的花纹。你们吃什么？浣熊什么都吃。我们喜欢吃鱼、浆果、老鼠和青蛙。在城市里找吃的很难吗？不难。我们能在垃圾桶里找到好吃的。你能打开垃圾桶吗？能，我们的前爪就像你们的手。每只爪子有五根指头。我们能拿东西，也能开门。浣熊们一起生活吗？是的，浣熊喜欢一起生活。我们白天睡觉，晚上找吃的。
呜，我闻到了垃圾桶里的香味了。再见。再见，浣熊。认识动物十三，东北虎。你好，你是谁？我是东北虎。虎是世界上最大的猫科动物。你们住在哪里？我们住在亚洲。我家在森林里。你们会游泳吗？老虎都非常会游泳。我们是唯一喜欢水的猫科动物。哼哼，我喜欢你身上的条纹。每只老虎的条纹都不一样。条纹能帮助我们藏起来。这样，我们要抓的动物就看不到我们了。你们吃什么？我们吃驼鹿和熊等大动物。我们一般晚上找吃的。在很黑的地方，我们也看得很清楚。你们是危险的动物吗？我们有尖尖的牙和爪子。我们的吼声非常大。但是我们不会走近人。东北虎们一起生活吗？不，我们不在一起。我们喜欢自己生活。天黑了，到吃饭的时间了。再见。再见，东北虎。认识动物十六，长颈鹿。哈哈，你是谁？我是长颈鹿。长颈鹿是世界上最高的动物。你们住在哪里？我们只住在非洲。长颈鹿喜欢草原和森林。你的腿真长。是的，我们跑得很快。我们一整天都在找吃的。在草原里，长腿很有帮助。你的脖子也很长。是的，我们在高高的树上找吃的。长脖子很有帮助。你们吃什么？我们吃叶子和嫩芽。叶子里有很多水分，所以我们不用经常喝水。你们长得都一样吗？我们身上都有斑点，但是每只的斑点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看起来也不一样。你们怎么睡觉？我们一般站着睡觉。
我们每天只睡一会儿。那边有好吃的叶子，再见。再见，长颈鹿。认识动物十八，胡福。你好，你是谁？我是胡福。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蝙蝠。你们住在哪里？我们住在亚洲和澳大利亚。我们经常搬家。胡福喜欢雨林和湿地。你自己生活吗？不是，很多胡福一起生活，有时100多万只一起生活。你们的翅膀很大。是的，我们的翅膀非常有力，可以背着孩子飞。蝙蝠在洞里睡觉吧。有的蝙蝠是这样，但是我们在树上睡觉，我们倒挂在树枝上。你们吃什么？胡福一般吃花蜜。胡福也爱吃水果。找吃的很难吗？不难，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，我们也可以闻到很远的动物。天黑了，我该飞咯。再见，胡福。认识动物十九，非洲象。哇，你是谁？我是非洲象。我们是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。你们住在非洲吗？是的，我们住在草原和雨林里。有些非洲象住在沙漠里。你们怎么保持凉快呢？我们用鼻子向背上喷水，然后往水上喷土。你的鼻子真厉害。是的，我们用鼻子呼吸和喝水。我们也能用它来拿吃的。你们吃什么？我们喜欢吃叶子、树皮、树根、水果和草。我们很高大，所以吃的很多。哇，看你们的象牙！我们的象牙非常长，我们用它们挖树根。你有敌人吗？没有，很多动物不会走近我们，但是有些人
会因为象牙杀死我们。我又饿了。再见。再见，非洲象。